为什么总是有些零零碎碎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？难道这些都是我以前生活的点滴？找到你了，大力哥。等等，你是谁？你究竟是谁？我是小玉啊。大力哥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小玉啊。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怎么会这样？难道他失忆？丁大哥，丁大哥，丁大哥，是丁大哥的刀。丁大哥，丁大哥，有没有人？快把丁毅给我放！